好，那是好，来玩碧蓝航线，刚刚也在玩，现在也在玩，哈哈 ，OK。碧蓝航线呢，现在今天十点的时候开服了。那现在有两个伺服器，我的伺服器是那个珍珠港伺服器，所以想要有兴趣想要一起玩的话，可以进这个珍珠港伺服器。假如你是有 CBT 的玩家的话，就是有去封测的玩，有参加封测的玩家的话，你会获得曙光，你会获得曙光。今天你有登录的话，那个事前预约的奖励也都会有发，那里面会有这个细章。台版其实在开的时候呢，就有一大堆这个开幕庆典，有这个专属的造型肯丁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专属造型。那这一个造型的获得方式很简单，只要你通关普通难度的海域呢，就会累积这一个东西。哦，在活动的任务里面就会拿到很多，过关也都会给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兑换处，好，你可以换很多东西。哦，看到了，好，多换一下。好，造型是一定要换，好，一定要换。还有很多的相应的这个家具在你的后宅，就是在你的这个后宅这边呢，等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后宅嘛，在这边呢也可以放家具。好，夜市文化的。这些都是开幕庆典，开到10月31号开幕庆典。那个是一二呢，就是只要你在31号前通关普通4之4的话，他就会给你一个船模，也是一个造型。那三的话，就是只要你有分享一次游戏的话，就能够获得聊天的气泡，这个很简单。四的话，就是你在31号之前平均等级有到60，这个是家具啊，船模是家具啊。我刚讲造型哦，不是啦，家具啦，他写家具，后宅家具，家具，不好意思。然后通关奖励，等级奖励，然后哦，还有8天登录啦，现在有登录的话，你签到8天，签到8天直接送你欧根亲王。然后还有第二个手厨双倍，好不好？手厨双倍，假如你是厨这个最大的话呢，是4900加4900，哦，手厨双倍，哦，我没有办法给你看手厨双倍，因为我除掉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说话给你看。好，再来就是换装。那他这一次就已经开了很多的，不管泳装，这些目前看好像应该都是永久的。然后跟这个嘛，刚刚的三层的这个泳装。哇达西哇南巴湾。啊，对，在我突破高雄之前，我应该先造，对不对？像我现在完工这么多。快速完工！君はこの艦隊の指揮。嗯？重巡。いや、指揮官。重巡，重巡，还是重巡。战列内华达、芝加哥、波特兰、奥克拉荷马。我先强化一下，好像有些可以强化。八八七八零八万。还是波特兰，还是要扩吧，感觉是要扩。招特型还是招哪边呢？招哪边呢？好，决定了。2小时10分是什么？1小时40，这两个都零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一个一个按。2小时20，2小时20有什么？有，哦，是不是？来，手感不错，いい感じ。あら、失礼。あなたが指揮官ね。速球投手。谁跟我说有的？仕事を忘れ。来了。哇，哦，这个家好多，哦。要先用谁嘞？高雄、胡德还是企业？胡德的炮座加一大于所有东西。良い午後ですもの。好，胡德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我本来是想说高雄太正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胡德也差不多很正。好，胡德。哇啦西哇南八湾，还有哪里可以拿到金布里亚？完成十个周长任务，累计石油耗再多37就完成一个，装备强化再两次就能够拿到了。好，来了。哇啦西哇南八湾。休息時間だなとゆっくり話すのは。随便强化两次。油耗37好像不困难，打一场升级。我角色油耗有够高。一场36。栄光は私たちと共にあること。所以胡德也就直接突二吗？直接突破两次是不是？直接涂到最满是不是？涂一就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涂二？不是说涂二直变吗？省油，不省的啦！跟老婆说要省油。老婆，老婆，我爱你。那为什么在我身上这么客气啊？不对，这样真的不对。胡德的造型有感吗？你在想要不要买？你怎么会问我？我只会跟你说，你有什么理由不买？造型就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问我？我是打算把所有造型都买下来的人。必然只爱两个人，企业跟俾斯麦，你心胸不够宽大、啊。懒猫，我该怎么用我的连接下载碧蓝航线？没关系，你就用你的，你就用搜寻就好了。你就用搜寻，你在 Apple Store 跟 Google Play 搜寻就好了。不用用我的连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官方说只要你们有下载就好了，不是很在意，不是很在意我到底推广了多少人。官方人真的很佛心啊，这种能够有这种态度的官方算是蛮不错。八大西哇南八湾。我经纪人打我脸，他说要用金蛋药工商点我的进那个官网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可以打金蛋药工商，按一下我的连结吗？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就被打脸了？好，到这边。啊，大西哇南八湾。